开局啥也没，战力也为零，就要我打一只蘑菇怪。可当我不停点击屏幕打败这只蘑菇怪后，居然有一群史莱姆追随我。此刻我的战力发生了变化，随着一关关的通过，追随我的史莱姆越来越多，我的战力也越来越高。那问题来了，我要一直点击吗？问得好，升级史莱姆小弟的六项属性，他们可以凭自己打败敌人彻底解放双手。